那你干嘛停下来？尽人事听天命，懂吗？蓝导演，你养的狗会咬人啊！看着办。现在我征求一名勇士拉台前跟我进行游戏。你好，这位先生，怎么称呼？叫我小蓝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小蓝先生，你必定有听过俄罗斯轮盘，我们开始了。 你东西啊，魔术表演会死人是吧？就是说，还说什么世界级女魔术师哎！不要管他，人不是他杀的。也许是我。也许死者并不是魔术外的一部分。你缺少的是一个关键性的证物。眼睛看到的不见得是真的。凶手就是。9月13日起，周一至周三晚间9点，《魔幻对决》。